大家好，我是建芬妹。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， 本次主方式很难离片。还讲你说群距离接触靠近者 ，APP 会发出警告通知。提醒你注意身体状况。还讲你的靠近者也不是小事，接触资料上传不会泄露你的地址。民众使用 APP 不是登录资料，只要迅速打开蓝牙，接触通知，让通知显现，同时抗议。APP 输入时间持续更新，是在记录接触状况。民众也在七家监视，是地还没收到靠近者接触。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， 做得保护七家和其他人。自我方式从二楼来做起。